哎，胖，到底有几块地不？大概意思吧，啊。所以呢，它的黄毛草也就比较新的，就比较旧的，有没有？嗯。原因就在这个地方，都有几块才新的，因为它没有这样子一直挤的话，哈。你看，好棒啊！啊，对。 就没有后顾之忧了，从而命名为甲，所以命名为盔甲岛。 Thank you.
他讲几句话，健美你没来，你会后悔。妈，然后结果是老大。